你该不会是想让我跟你工作吧？反正跟你工作的话，其实我还挺有兴趣的。但不巧，你是为徐女士打工的，没办法。没有，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他们公司现在正在招人。什么公司啊？也是商务公司。 叫仲兴，竞争对手啊？嗯，你还了解的挺多啊。知己知彼，我才能直击要害。那就完美了呀。你如果想对付徐女士，去仲兴是最好的选择。逻辑上是说得通啊，但是怎么感觉有点事出反常呢？嗯。 我觉得你那么年轻，不做点事可惜了。真假？真的跟你妈妈没有关系。你发誓？嗯。<笑>相信了吧。 吃饭啊，在这里，您小心脚下啊，小心脚下。胖总，您坐。各位金主爸爸们，到时候镜头带到你们的时候，大家热情点就好了。到时候我盯着他们剪进去。 那个，我就在后台附近啊，有什么事儿发微信给我也行啊。哎，盛总，左心，您说，你得帮我个忙，我老婆特别喜欢陶若言，能帮我跟她认识一下，合个影。嗯，要不我先去看看她方不方便吧，因为今天录制也挺辛苦的。那如果她方便，我叫您；如果她不方便，咱不是还得录好几期呢吗？我可是知道啊，这次竞价。 我们出的价比他们都高，这点小忙你得帮。是是是，我尽力。您植入的数量也多，肯定是划算的。我呢也肯定会尽全力，只要他方便啊。那我先去后台看看。行，你先忙。好，您先就坐，稍等一下啊。哎，怎么这么多条件啊？ 联系不上，给他助理打电话也关机了。完了，完了，这叫实锤了！什么实锤了？当事人没发声呢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你稳住了啊！我怎么稳的？我看你对你那个老同学一点都不了解吧？你看看他平时轻狂的那个样子，还有他那经纪人，都不是吃素的。这要是真没事，他们早跳出来扒律师函告人家诽谤了。
但凡占点理，他都不能做鸵鸟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给他处理后事啊！他敢逆，咱们就法律程序走起，我追责到底。你不要公报私仇，现在我们要一致对外。事态接下来如何发展，他不好说呢。就事论事，他失联，他违约，他就得包赔我节目组的一切损失。人家经纪公司现在肯定商量着怎么危机公关，他不统一好口径，他就不能发声，急什么呀？哎，你说平时还国民女神，有多少人叫她女神，现在就有多少人看她笑话。这眼瞅着节目就播出了，别说如期播出了，搞不好之前播的都得下架。节目是咱们俩共同的孩子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咱们当父母的能不能盼着孩子点好？哎，嘿，咱俩的孩子现在眼瞅着要被陶若妍的孩子扼杀在摇篮里了。咱们做父母的真为孩子好，赶快找人来补缺。哎，这也不能算是补缺啊，同级别的小花想上咱们节目的一抓一大把。你说的轻巧，还两个小时，开录了。那一大把在哪儿？你抓来我看看。那别录了。冯总，真不录了？问程良姐。程良怎么办啊？问冯一。你没观众都坐不住了，走不住走。那行吧，咱们等到那个12点啊，12点。要是还不来，就散伙了。哎呦，你可离我车远点！你待一下，我干啥呀？你什么身体素质呀？能不能让你过去？程良跟您是什么关系？跟您是什么关系？正面回答一下行吗？同学，能不能听懂普通话？程良。这就是我老婆，看见没有？我老婆，我跟陶若妍是同学。搞不清这会儿别瞎解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陶涛呢是我们大学同学，也是我们好朋友，我们是相信他的。那具体的情况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等陶涛他们的公告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个人认为啊，我们应该要多关注他的作品啊，少关注他的私生活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怀孕了啊，是个孕妇。而且有点先兆性流产的迹象嘛，那就让一让啊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哎，让让，谢，哎呦，感谢，让一让。正面回答一下我们问题行吗？你好，请回答一下，请问你们知道陶若妍在哪里吗？没人啊。你好，请正面回答一下。你好，请正面回答一下。要是能进去，我们早进去了。不好意思啊。谢谢你。回答一下我们问题行吗？谢谢，不要哭啊。在哪里啊？请正面回答一下。请正面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。我先送你回家，然后我去公司。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医生说要保持好心情，你就别跟着我折腾了。我不回家啊，回家也是烦。那也比又烦又折腾强啊。走了，小心啊，注意安全。别走。您说过不过分？过不过分？平时拽得跟258万似的，一碰见事儿缩头乌龟。你这什么意思呀？节目不办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程良也是遇见事跑了，不管了。您说这种人就不应该招进公司。你说这有什么用呢？你怎么知道人家程良跑了？说点有用的吧，接下来该怎么解决？这还能怎么解决呀？现在只能等着程良把人找回来了。我开始就说不用陶若妍，不用陶若妍，用宫里，我都跟人宫里说好了。你都说好了是吧？行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赶紧把宫里给我找回来救场，要么节目停，你们都给我滚蛋。跟这孩子谁的？要我说呀，肯定不是演员的。哎，我看网上有说大老板的那个戏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可能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演员挣的比老板都多。我要是陶若妍，我肯定不这么干。没有 KPI 的呀。哎，这陶若妍生个孩子，你们比他还要忙。干活。欣姐。欣姐，找您有事儿。嗯，我要出几线呀，约了人了。10万火急，欣姐，求求您了，您再跟宫里说说吧。这件事我已经问过姚薇了，她那边正在联系陶若妍，还是有转机的。哪儿还有转机了，姐？这陶若妍已经躲着不敢见人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背后还有猛料，说不定明天更恶劣了。要真恶劣了，再想恶劣之后的办法呀。你让我现在去找宫里，他
他也未必能马上就答应啊。是是，姐，我也知道啊，这事儿呢您不想找江总，但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用麻烦江总，是吧？以您跟宫里的关系，用得着别人吗？姐，试试呗。真试不了。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着急，但是呢，做事情是要有章法、有节奏的，对吗？不能还没有怎么样，我们就完全颠覆掉，这样对谁都有损伤的风险。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，姐。但是如果明天真恶劣了，麻烦您务必给我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您先说。哼，好嘞，说好了啊，姐。嘿，慢走。拜拜。再见。拜。喂，那边还顺利吗？哎，还没进展。刚才冯威来找我了，需不需要我帮忙？不用不用，我再想想办法吧。实在不行，我再来找你。嗯。冯威去找安心了，估计是想换人。嗯。你前面就应该去一趟陶陶家，不至于现在找不着。看这行的都比较注重隐私，一般不把家住哪儿告诉别人。那我们是别人吗？这就不是把我们当朋友了。那话也不能这么说。真是，害你开天窗，还害我去你补花钱宝宝，干点人事吧，真是。人家生个孩子，你在这委屈的不行啊！你不能是追星吧，姐？他生不生孩子我不管，但是不能他生个孩子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哎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花钱宝宝、火锅、饮料、家具，就这些。这陶若隐要是真不来了，这些厂家不仅要退款，还得赔钱。这几个月下来的日日夜夜。全部都泡汤了。那不是公司赔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，公司是赔得起，我一无所有。西姐，真不至于的。你看你，你不懂。你像我这么大生个孩子试试啊你。还真生不了。好啊，没问题。那这样，那我们就先出合同了。好，哎，再联系，拜拜。我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他会不会是临时有什么事儿什么之类的？估计不是这么美好的理由。那是临阵脱逃。是折腾人不犯法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。啊，没事的，平时也是我一个人的办公室，正好今天你过来了，我还没那么无聊。要不就下次吧，我回去回头再问问他。下次你就先把他带过来，我替你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好呀，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晚上有什么安排吗？啊？我原本是约了一个客户，刚才不是来电话说合同都已经可以签了，所以晚上就没什么事儿。如果您没什么安排的话。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。若言，依我说呀，就赶紧的让表哥出来认了一下这孩子，
这个事儿马上就会过去的，然后咱们的片约呀、代言啊，什么都不会受影响，你们说呢？这样最好了，要不然后面还牵扯到不少违约呢。多少？啊？这里面有赔偿的明细，您看一下。哎呦喂，姑奶奶呀，别看这个了，得赔死你呀！那赔的你是万劫不复，赔的你从此在行业里销声匿迹，看什么看呢？节目组今天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没有接。本来今天要录的，结果咱们放鸽子了。他们肯定开天窗，以后不会轻易放过咱们。雨果集团算是彻底得罪了。是啊，所以呀，依我看，咱们现在就让表哥发个微博，把孩子一抱，录一段。我都安排好了，只要你点头，马上咱就录，然后你就回去录节目去，齐活。把手机给我，都关机了。另外一只。哎呦喂，姑奶奶，你还看这个有什么用啊？我们都已经替你安排完了，所以你得相信我呀。淘淘呢，是我们大学同学，也是我们好朋友，我们是相信他的。那具体的情况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等淘淘他们的公告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个人认为啊，我们应该要多关注他的作品啊，少关注他的私生活。跟那个陈良还有姚威联系一下，让他们先过来。跟他们联系什么呀？这别他俩过来再把你给卖了。联系，联系。我先上去了。啊，慢点啊。喂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哪儿去？我来导航。哦，今天真的是不好意思啊。真的不用放在心上。我还要谢谢你陪我一块吃饭呢，要不然今天晚上我又得一个人解决了。儿子呢？去上新女班了，正好培训班在他姥姥家附近，周末就过去陪陪老人。你跟孩子的妈妈是为了什么离的婚啊？但是在小迪两岁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升职的机会，要去国外。我当时非常的支持，但是。距离打败了爱情，差不多吧。你不怪他吗？我也有错。有的时候，我真觉得，事业比爱情更能抓得住。因为大多数时候，工作上你只要付出了、努力了，就会有回报。可是，感情就不一样了。往往你付出了一切，最后却是一场空。婚姻就是一场赌博呀。如果能早点知道最后的结局，找到最优解就好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人生也许从来没有什么最优解，不管你怎么选择，结局依然是一样。我在那个时候总看一本书，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，就当是消遣。什么书？书名叫做《瓦尔登湖》。我相信你看完之后
会有不同的感受。嗯，回头我买来看看，希望能对我有帮助。我相信一定会的。师姐，你这样。谢谢。上班有意思吗？我觉得上班挺好，至少我的卡现在又恢复额度了。还有其他的没有？不是，你问那么多干嘛呀？想找工作？我想同情同情你。那你可同情不着了。哎，你说，这个世界上的人难道都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才工作的吗？90%吧，都这样。不。我是觉得还是为了人生的价值。人类有没有生存天花板这我不知道，但人的生存底线其实可以很低很低，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为了价值。不是，你现在什么毛病啊？张嘴闭嘴讲哲学，你别跟我扯那套啊。我是挺建议你找个工作的，但我觉得你肯定也找不着。瞧不起谁呢你？以你的能力肯定没问题，但就你这脾气哥，你上班还是班上你真不好说，估计面试就会把你刷下来。把你闭上啊！不行，咱俩就赌一把。你前提不能跟我似的，你找关系啊？赌啊！我要面试成功怎么办？你要面试成功，我叫你爸爸。但你不能去啊！我这不是骂你，你不能去你妈的公司啊！那阿姨可高兴坏了。你觉得我可能去吗？那行。我要赢了，你得叫我爸爸。喏，现在来电话了。以我的经验，像这样叛逆的孩子，你越顺着他，他越来劲，晾一晾他，反而能激起他的斗志。嗯，好。今天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也知道，姐姐不是被随便放鸽子。哎呦，哎，你行不行？你快干了吧你！真是。怎么了，麦哥？闷闷不乐的？哪个妞敢不接你电话？兄弟帮你想办法。不是妞，喝你。那行，咱们继续玩，咱们继续玩，咱们继续玩。海洋馆里有什么？海豚、海豹。这什么地方呀？我也没来过。这已经出城区了吧？这上哪儿找这么偏僻的地儿啊？不瞒有人接一下吧。哎呦，谁呀、啊？吓死我了！谢谢导演。你干嘛呢？我这么严实。没办法，安全第一嘛。你姐呢？还在里面呢。啊，你赶紧上车吧。啊。
姐，人到了，让你面前。桃儿，来点吧。怀孕了，喝不了。我们就在隔壁，有事叫我啊。好。韩玉是你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俩惹祸了呗。那你就打算这么躲着了？他们说想让我表哥站出来把这事儿给认了。那你怎么想？我想，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的吧。要是长大了，知道我不想认他，一定会很难过吧。我同意，那就赔钱喽。嗯，赔就赔吧，要是赔不起，你俩借我点呗。那孩子爸呢？他什么态度？承认了会怎么样？说了呀，赔钱啊，违约了呀。我这也不是个疑问句，我是个判断句。桃儿，我们是这么想的啊，如果你承认了，无非就是赔钱，对吧？那钱还能挣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不承认，当然啊，我不赞同不承认，这对以后孩子的伤害太大了。那要么呢，就还有一条路，不回应。现在就是不回应，人家也觉得这孩子是你的。今天那帮记者开始跟我和姚威了，迟早会曝光的。关键也不知道他们手里还有什么料。是啊，那反正都已经这样了，承认能怎么样？你不是演员吗？那你以前想走少女路线，然后也不希望孩子的样子被曝光了，对他以后生活产生影响。而现在看到了30+女性的魅力，希望以后能把这一类角色诠释好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行。我也觉得行。怎么样？读不懂？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你说他们这得商量多久啊？显而易见的选择，商量个什么劲儿啊？他这团队确实不行。哎，那不得等到后半夜去了？咱们也不着急走，先在车上等会儿。要等到12点确实没信儿，咱们就撤。行。陈导。确定了，我们去。观众都熬不住走了，看样子今天是录不了了。嗯，是啊。喂，陈导。小林，全部准备，2个小时以后开录。明白。
真的，好嘞好嘞，冯总来了，人来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快准备起来，准备起来。我先送你回。我不回去啊，这也是我的项目啊。行。我真没事儿。没事儿是应该的，好吧。你说陶的孩子他爸是谁呀？谁知道啊？你刚才也不问问。你怎么不问？就知道你行。就是现在这个后果。师傅，您掉个头吧，去来福酒吧，麻烦快点啊。这杯是因为你没素质、没人性，替你妈教育你的。做人做事是要有底线的呀。有点名场面那意思了。开始，有请我们的人气导师武奇峰。人气导师陶雅文。有请我们的人气导师陶若言。请落座。谢谢梅姐。练啥都是自己的项目。还有我安排。表现不错啊。小姐姐说了给我加班费呢。还以为你是热爱工作呢。我必须热爱工作。
我刚才那是激励你啊，就知道同学情谊不一般呢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陶若野老师为演员进行点评。一看就是有舞蹈功底哈，要是非要说这段表演的不足呢，我觉得不是你不够努力，也不是你不够有天赋。妹妹你今年多大了？23岁。你看才23岁，非常年轻，表演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。你不管是从形体呀，还是神态，都非常的像这个妖。但是这个妖呢，它不仅是个妖，它还是个母亲。当然了，在这段戏剧当中，母亲是一个隐藏身份哈。但是她要被镇压在这里，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。她表达出来的这个情绪呢，就是不仅是要有对人世间的眷恋，对爱人的不舍，还有母子分离的痛心。不，她在干嘛？点评表演呢、啊？这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她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要不给点提示？还没到澄清的环节、别说话。再紧一点，2号。好。我当年演这段戏的时候，我的儿子还没有出生嘛。所以呢，当时导演也跟我说了很多，我也听不懂，我也卡了很多条，演了很多遍。直到我的儿子出生之后呢，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样一种深刻的牵挂呀。那我现在是位妈妈了嘛，我再复盘回去看我之前的这个表演呢，我就知道了我缺少了多少的层次，这个角色他的情绪有多么的复杂。陶老师，您的儿子是我们知道那位可爱的小朋友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其实我们观众朋友之前不知道您已经有孩子了。是。让大家吃惊了哈，没有告诉大家呢，首先是因为想保护小朋友嘛，希望他不要有过多的被关注。那么其次呢，是因为我自己不够自信嘛。因为我也害怕观众要是知道我有孩子了，我就再也演不了谈恋爱的戏了，戏路变窄了，失业了。但是其实我应该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各大导演，呼吁整个行业多拍一点30+女演员适合的作品。我们30+的女性非常有魅力的，我们更能把我们的阅历，我们的经验幻化为表演的厚度的。怎么样？那个。最后那个镜头换成我的左脸吧，左脸比较上镜。没问题，马上给您办。走了。哦。哎，左脸，左脸，全给他换成左脸。你这同学行啊，啊，这太综艺了。我看是左脸好看。面来了，辛苦了。你辛苦。躺啊，睡睡。饿坏了吧？你们节目也不行啊，录到半夜宵夜都不管一下。准备了，也是泡面，还得蹲在后台吃。睡睡睡睡。哎，你上次说的那个事儿，就是那个新姐那个奖金，马上就要落袋为安了。媳妇儿，错
从小我妈就说我长大不差钱儿，这还说准了。媳妇儿，从今以后你就是豪门。为了豪门，咱俩得喝点庆祝一下。别，我这还喂奶呢，明天得给大宝喝奶，就喝得晕乎了。不喝，哎，不用了，这阿姨都连着好几天给大宝喂了好几顿奶粉。啊？就你挤出那点儿，只够给大宝当个早餐。快点啊！要我说呀，以后你就做咱们家女强人，你把全身心精力啊投入到工作事业中去。大宝作为咱们家庭一份子，必须全身心支持你，不能有怨言。那大宝光喝奶粉没苦恼啊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大宝啊，还真是继承了咱们俩替人着想、顾全大局的优良基因，没做没闹，哎，喝得嘎嘎响。以后你再也不用挤奶了，受罪。而且你这女强人，跟挤奶人设不统一，冲突。哎，别动！我操劳我金主夫人亲自动手呢。来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就只能这么活动。以后啊，家里以后大事小情您去吩咐，我操办。啊，你吩咐。哎呦，酒量见长啊！吃吧。